来，对主说，主啊。I am standing before you.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。You are going to impart. 你将会分赐。你那恼恨的这个兵器。就是烈火军火库。你将会下载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。主啊，燃烧他们。哦，烧。奉耶稣的名燃烧，领受。I will not settle for anything less than the king. I want it. 你对主的态度就是你不要第二等的，你要那最先进的，直到你拿到为止，你才甘愿回去。I want the glorious flame. 我要那荣耀的火焰。So that I will be afraid of fire. 好让我成为你的火焰。When the fire comes, 当神的火临到我。Darkness, 邪灵黑暗都要逃跑。Receive it. Be burned.
主啊，继续的烧。曾经看见啊，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被烧到一个程度呢，他们耐不住，忍受不了，然后跑去洗手间呢，就是他用那个水一直冲啊，一直洗啊，要扑灭那个热度。那我们还没从这个啊。能力这个层面进入荣耀的层面的时候，主必须用他的火来洁净、炼净和圣化我们。在神的同在中，我们有时候会就是沾惊恐惧，因为你的灵人能够看见主就在当中。那有些当中呢，就是你们，就是神在开你们的眼睛，你们能够看到一些。还有些坐在当中的啊姐妹，就是左边这边的，他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啊。对，好，你们可以出来吗？就是左边的那个啊，对对，这那几位都出来好吗？都出来，神要祝福你们。能够出来的就出来，来。好，就在这里。来，把你的手举起，向主举起。这边这边。不行就。你们在前面的继续领受，继续。Open the eyes。来，把看着宝林泡泡牧师。Listen, open your eyes. Listen, open your eyes. Listen. Open your eyes. Listen. This is a ministry of yours. Open your eyes. 就是在这个服事里面呢，啊，就是更好，你能够打开你的眼睛。Look at us and stand up and walk。哦，就是啊，这个使徒约翰呢，啊，在这个啊 ，X， 就是《使徒行传》有记载哦，他医治那个啊，在那个。使徒约翰医治那个瘸腿的，他就叫他，你打开你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然后站起来行走。所以你打开你的眼睛，看着他。By the finger of God， 神的手指头。神的手指头。是的，主。Feel the place here, Lord. 主啊，充满这个圣所。Oh!
不行。启动那犹大狮子的恩膏，
神的火呢在燃烧你。Burning up。主啊，燃烧他。从他的头到他的脚。Burning。主啊，燃烧他。更多。更多。You all must press in. 你们要竭力的进入，因为当神的恩膏降下的时候呢，他是在寻找一个敞开的心，所以你要渴慕，你要。主说：“我在敲你的心门，如果你把你的心打开，我就必须进来。”所以你要渴慕，你要跟神大大张口，因为恩膏一直下来，他不会突然返回的，他会找敞开的心。因为这末日的恩赐呢是非常的宝贵。有些在当中呢，你们会超自然被医治，超自然的释放。The fire is here. 神的火在当中。你把你的手就向主举起，然后你跟主自己来说话，你要什么你跟主说。然后你跟主要有，就是你跟主来亲密，来跟他交流。那跟主来交流。看主耶稣基督，定睛的啊，跟主说话啊，不要等牧师提你们的名，神已经在当中，他的火在当中了。你跟主求，哦，你跟主连线，哦，连接那个天线，哦，主亲自在动工，哇，哇，哇 ，very good。给你添上了酒。